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飞鹰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巅峰极速咯。那这一支影片应该是我拍巅峰极速最后一支影片，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比较没有时间去玩这个巅峰极速。那我个人就想说，既然都最后一上来，我们就最后再把俱乐部任务解一解，把这个每日领一领之后，我们就把这个40000多钻全部抽掉，来抽这个现在最新的美国 GTR。因为日产 GTR 就是那一台只要出资就会送的车嘛，那这一台就最新的车，我们就来抽这一把。 OK， 那我们现在还剩两场的俱乐部对决赛还没有解决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对决赛给处理掉，然后就准备来抽奖了，就来看看到底40000多钻能不能够抽到美产的 GTR。 OK， 那我们就随便打一下，轻松打，毕竟我们也是都要准备退坑了，就不要想那么认真啊！等一下我就直接把俱乐部也去退一退，也是很感谢俱乐部这一阵子的协助啊！吼、哦，真的是舒服，大部分奖励都领的还不错。好，来吧，最后倒数第二场。Go go！速度！哇，车头偏掉。那一次好像不行，哇，好像是开不习惯罗马。但罗马却是我评分最高的车，我不知道，随便了。不要挡路，45000分，看有没有机会破个50000。啊，这边没摔好。撞一下，事实上之前的蛋也没弄好。后面也没有了。好，50000几分，4000多分吗？欸，不错欸。来，那我们就准备再来最后一场。最后一场我们就直接租借队友的车来打，一方面是给队友一点贡献点数，另一方面是队友车真的很不错啊。那我们最后就跑个阿尔卑斯吧，相对难度高一点，跑起来比较有感觉。人家就用 SL63， 加速转向稳定都蛮高的。像这种弯道加速和转向蛮重要的，所以就轻松打，来吧。
快！哇，这台车屁屁挡住我了。刚才一个红漂把它弄回来，不然感觉这台车的甩碗没有很好甩，好像会回震有点凶。加油，我们马上就能超过他。下山重要就是稳定性的，就是团圆拓海教的道理。下山，路上的风都在为你欢呼。对，对准跑道出发。57000，好，还行啊，还行。可以可以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两场就打到这边，接下来准备来抽奖，来看看能不能在这几百面就抽到日产 GT 啊，因为我一定可以有一把保底嘛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累积一些抽数。来，我们先把奖励领起来。一键领取。我目前42833钻 ，OK， 然后再往下找69抽就可以抽传说车辆，但我不知道我传说车辆会不会就这把 GT 啊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来，第一把，先看一下有没有烟火，好，没有，就直接继续啊。前面基本上。我觉得都不用看，我们就直接一路抽，应该接下来就有机会了，因为接下来这样应该在好这一把，接下来我们就不要停动画了，来出来吧，有没有黄金色的烟火？哎呦，刚喊就中了，各位兄弟们，各位姐妹们，来看一下这一把是不是就直接中我们的 GT 啊？是吗？是吗？怎么好像不太像？这台好像不是 GT 啊，那兄弟。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像直接中了呢。哇，好亮啊，这 GT 啊，三个字。哦，突然失去目标了，兄弟们，这个真的是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改抽盖拉多啊？因为我有 A186 了嘛。要不然我们接下来剩下的就来抽盖拉多吧，毕竟这把只我还没有，就是抱着一个收藏的心。剩下35000钻，我们再抽一把盖拉多，抽起来。来，继续继续，抖落抖落，三个字，超级舒服。我们家应该还有几抽？3000钻一抽嘛？哎，才1500，1500钻一抽嘛？哦，我们这样再抽个一两台车应该没问题啊。再什么？哎，新车，哎呦，911 Cam， 好看一下，
这台车我有了吗？好像也没有，但这台不是我要的盖拉多。兄弟们，盖拉多出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感觉会应该不会超之后还没出来吧？兄弟给点力啊！哎呦，抽到漂亮！那我觉得我们最后的就再来。再抽抽看，可不可以再给他再抽一把？来看可不可以把13400的，我觉得是有机会再抽到一台啊，但是要有点运气。再看可不可以再抽一台 GT 啊，让他 ECU 可以再升一阶。来，再来，好好爽哦！这个钻石花下去，花钱不收的感觉，太舒服了。他只要不要那么衰到保底，应该。80几抽出应该可以吧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是抽到 GT 啊，我是希望可以直接出到啦。来，我们还有大概这是几抽，还有30抽，哎呦，出了这台，好啦，那就没有了，他把我保底吃掉了。那我们就再换一台，看一下哦，再换一台 A186 好，毕竟 A186 是我的爱。现实积分，换个两台 A186， 直接让它打到43，毕竟弯的过去要拓海，弯不过去要填好，这句话我真是太喜欢了。它可以往上升个两阶 ECU 我也爽，虽然我之后不一定会打开的游戏。但拓海真的是我心目中的理想车车 ，Good， 玩车的应该都懂 A186 在心中地位吧？然后剩下盖拉多，还有这台，哦，好舒服哦。我们就一次把它升到满，反正材料不够，车展来凑，买，再买，今天就没有再跟你客气耶。哇，都不够了。没有再跟他客气啦，来来，一次升好升满，这个车感觉暂时升不上，但这台明显也到达了这个位置，剩下应该就真的差不多没资源啦，干了。但也是蛮感动啊，感谢各位这一阵子的陪伴，因为真的是很感谢各位有来看我们影片，才会有制作影片的动力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大概到这边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